Hello。Hello。哦，好。我信错人了。不是，你信对人，是他上错车。就是那个你刚有你刚按你刚有按一下圈吗？没有啊。他脖子后方啊，没错啊。别看我！忙啥嘞？你是说忙啥嘞，还是忙死他嘞？忙啥嘞？跳舞！啊，他不怕是不是？哎呦，你看是不是？信对了，信对了。对，晕了。哦，这个床上面有刺。他不喜欢，弹得起来。够了没？哎，死了！死了？对啊。掉了。别再给我掉了我，我想挖，我想挖。龙脉的古龙骨，哇，连挖的东西跟掉的我的东西都是内内。哎，还有一个掉了。找不到，楼下嘞，有点懒。哦，再见再见。这里真的好恐怖哦，蚊子的大本营。真的。如果可以做个驱蚊义大，马上做出来，狂科。就是杀虫剂，大那边喝。杀虫剂，帮蚊子来叮你就对了。是蛮聪明的了，先把自己给毒死，蚊子再吸你的血就被毒死。以毒攻毒，然后下一只蚊子要吸你的血的时候，死在你的手上，管子插在里面。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打个简单的。嗯，怎么雾还没散去，尸体都不见了。要打啥嘞？哦，散去。打你好生等的就好了。对啊。我好生等，血鸟。现在等级卡好久。哎呀。不然去打等魔物吧，调查的等魔物。可以啊。等他退出去啊！他不是叫了吗？啊，哎、欸，虽然我叫了，
那个，哦，没事没事，那个驯龙是森林的，那没事。驯鸟，鸟，是光太。小鸟，我遇到毒妖嘞。用长枪的刺刺的地方跟他打个招呼再走。有请角落选手炫鸟登场。到底是哪个颜色的角落？哎，炫鸟要来了。这里可以吗？哦哦哦哦！哎哎！嗯？我怎么找不到路？所以蜜虫也有大小金的，有啊，大回复蜜虫，我有抓到大金的。哦，大金的大回复蜜虫感觉真的大，超大只蜜虫。然后顶我了啊！我在你后面，要他哭了，大木博士。没有没有，他还没哭。我防的真不错。我想说，怎么捡血鸟尸体捡到了，掉落点到火药粉。他好跑啊！去哪里？哎呀！我听到叮一声。谁？谁？哎、欸！哇，超强哎、欸！我的天哪、啊！这个拍。我也要。来，你说，不要客气。我操！
快点。啊 ，nice， 阿咖啡。耶、yeah, ，五等了。该给我萤火了吧？讲的没得嘞。嘿连等级都还不到呢。求你给我一下。然后回去打霍西说的那本魔物吗？可以啊。我先几等？六。没六就不睡觉吗？不是吧？不是。嗯，还好不是。我可能在打我。我就跟你拼了。我就跟你拼了，是不是？嗯、我不拼。我配不下去。好、哦，我感受到了。好霸哦！好霸！我们怎么有打隔声？等魔物都删光了，所以你们看吧。我好像也是、欸，我的天，没关系，刚刚灭了那么多，应该还有。我要去看看。哎呀！哇塞！哇塞！大哥，为什么都是三只？哦，有两只的。三只不错啊。三只的才好啊，今天才多。对啊。啊，你就是要打经验，当然是找三只的、啊。一报酬金牌序。算了，没事。咋啦？三只。等一下哦，看一下 rank， 三只哦，哎、欸，我看看，有没有比较看起来比较轻松的？雷狼、浮空、雷二，啊，不对，这是两人，抱歉。你是不是不想跟 HTT 玩？哦，太好了，拜拜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其他的都不见？看到，嗯。都还好，一大堆恐暴龙。等，嗯，这次也不要有太低等的，嗯，在里面比较好。没差，就只是，比如说炫鸟。因为血量也会变少啊，所以还好。炫鸟、凶恶雷二啊，凶爪雷二。对啊，差点按到深处干，我手放开，然后一放下去就按到深脚。三呢、啊？哒哒哒哒哒哒。嗯，晚点再来三。陆山虎，一号。哒哒。有吃饭吗？我用餐券哦。还没，是了。高级餐券，我好像问过是干什么用的，但是我忘了。就是你少，你可以少吃秘药，体力跟耐力直接加50。哦，之前是只有增加餐点技能一定会那个。受耐。哎呦。耐。猫的报酬金哦。酬哦。哇，什么东西抽？金哦，怎么抽啊？金很抽，金钱的颜色很抽。哦，你们要先打哪只？都行都行，好，遇到谁就打谁。好，我先去打奇面族。好，我去采集。好饿哦，江江。啊？我好饿哦。我这边有带回来的西米露汤，要不要？有，有饼干哎。我还有吃剩的羊羹。有，我的
吃了一半才开始后悔，我干嘛要这样吃？哎呦，卡崩脆！要走了吗？走。走的那个他妈不走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忘记是我的。哇！差点就用脸吃大便了。哎，我被丢在炫鸟附近了。好啊，那先干他。哇，这边还不能叫坐席，真不愧是秘境。我等你们到了再撞。撞啊，他那么弱。凶爪。对，我就是小扑击他。可以叫了吧？还不行。我看到摇曳蛮女王。算了，我自己走了。我到了，所以凶爪先。我在捡猪鸡。凶爪先。我行了。好。好，飞飞。嗨，炫鸟。我撞了。忘记换掉我的护士。哦，现在直接放线。我还晕呢，气死！雷二，雷二，雷二，雷二。我干架吗？你们两个？干架。哎，干他不干就干我。有吗？没有，没撞到，没撞到。哎呦！近距离还能空，我这个烂炮兵，你这个烂炮兵，你可以坐我旁边。喂，靠背啊！雷二还可以撞，都可以撞哎、欸！啊，他跑去雕肉啦，白痴哦、喔！哇，好痒，他是要走。我被活下来了。啊，你怎么没？好。别！啊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啊，往回家。他上去了，他上去了。我刚要被狙击，哈！我被他轰下来了。Round two, fight.
集成。好，换卷鸟来。那个没了，他怎么停那么久？笑一个 ，smile 哟！哎哎，大哥。啊！中他！我是突然举手的。我、欸啊、还可以吃。哎，假的，他被断了。其实我记得残爪跟凶爪不是都靠嗅觉吗？他闪现应该没差、啊。就跟墨菲特被蛇女大一样啊。喂，还有李欣。蛮会比喻的啦。嗯？被石化的石头。快过了！他掉落走了，他掉落走了。上次我问过问题，他到底掉肉回去到底是睡觉还是吃饭呢？答案是先吃饭。他吃肉会加能力啊！我去抓他。
嗯。再来是哪一只？炫鸟比较近。好。我离炫鸟比较近啊。好。他跑去找蛮二了，雷二。你们跳下来右转。好。可以看看我吗？那个红色的去哪里了？喂。啊、每次转九十度哦，雷二来了，不够了。这个位置好大一个，那头太小了。快挂了。把他打死吗？还是要跳起来？不可以啊！啊，抓就放陷阱啊！好，好了。那根还在嘴巴上就挂了。对啊。哎，埋到邻居。瑞了，下来了，在上面，来吧，哇，好丑，那嘴巴打开一看 ，I need you, stone, give me that, fire, 我吐，没吐到。嘿嘿嘿，你擦了，帮他装了一个头戴式狙击镜。
破头吗？好像是，他现在全身白白的，我也看不太出来。撞太远了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我来。好，你来。好，你啊。来，数。真神快。嗯。对啊。我想把你那根雪茄往他眼睛打更深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不是更痛吗？对吧、啊？宁愿当锤子也不当钉子，就这样子。他是钉子，我是个锤子。哎、欸，不要！他周围很电哦。跳舞！跳舞！哎呦，杰瑞斯的力量啊！嗯。哦，晕眩，开始了。开始了，好。阿碧姐，你是没什么用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OK 的，我怕。到底会不会增加尖锐石的弹药数啊？你说投石珠好像没有用啊。投石珠三和五才会增加。哦，好啊，点满它。让魔物跳舞得力人。三五不一定啊，好像有些是二，有些是三。哎，这颗是幻鸟荣誉，凶爪的。奈水二，哇，大金雷二，我有数哟、哦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很小只哎、欸。因为他的大金没有很大，他一千九而已，还没破两千。竟然不是投资，我投超多的哎、欸。时装是买的吗？不是啊，解任务的。外观是解任务的哦。的哦。好啦，我们这边要关台了，有两位要去休息了，所以要关台了。两个台主要关台了，不，两个台主要去睡了。好，挥手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晚上的收看，今天就到这边啦。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大家晚安。叭叭叭叭叭，打个字晚安，哎呦喂，晚安喽。